兄弟们，早上开车一个半小时啊，从成都市区到新津新义镇，他们说这一片小树林里头啊，有一个自助餐。哎，什么样的人会把饭店开在这儿？来这儿吃饭的又是什么人？我就很好奇啊。看，停满了车，确实是一个吃饭的地方，但是只看到喝茶的桌子跟打麻将的一个小棋牌室，没有看到吃饭的人。来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我好像闻到香味了。这边厨房正在炒菜，哦，大地锅。回锅肉，这个感觉就来了啊！回锅肉炒什么？今天炒的是白菜。哦，白菜啊！回锅肉炒白菜。这种大铁锅得不得劲？加豆瓣酱，这个回锅肉太香了啊！来看一下自助餐的价格，两个人80，三个人110，四个人35。我们今天就是四个人啊，酒鬼的乐园，看。全是各种酒啊，基本上都是喝完或者喝了半瓶寄存在这儿的啊。这边大姐继续在切这个肉片，回锅肉应该是不够用啊。还有回锅肉。哦。五花肉。对对。哦，这里都炒完不够再切是吧？哎。就客人吃都在后面院子里头是吧？对。来看。后面有一个大院子，现在还没开始上客人啊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还可以包桌啊？哎，对。这是500一桌的。哎，这是最便宜的500一桌。还有贵的？啊。贵的多少钱？500、600、700、800，1000都有，小宝，看你吃啥子价位。哦。总共多少个菜？就今天的这个自助餐？嗯，一般13个，14个。哦，这样啊。35块钱一位，13到14个菜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正宗的软排蘸的酥肉。哦，软排。哎，软排骨蘸的。哦，这一份多少钱？不是，我们是讲人数，就是说人多了我们就上两份，人少了我们就上一份，根据多少。然后如果我们上去了不够吃，你可以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们又给你加。哦，仅吃。本主不浪费。不浪费的情况下随便吃。哎，随便吃。哎，浪费了大家个，大家主角的号召。软排炸的酥肉。对。回锅肉。出锅，得劲。吃饭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环境。这个师傅在打这个豆花蘸水是吧？对，豆花蘸水。豆花蘸水。这个环境我喜欢啊。他这边可以打牌啊，可以钓鱼。说是自助餐啊，其实就是你几个人多少钱，他按照人头给你配菜。来，我来看他们跨出去。卡的当了，哦，看，是一个农家院子啊，厨房这些菜，大锅菜正在制作。他自己做的十几人，一人不下十根，人做或者羊油红薯，鸡汤炒的出来，炒的鸡汤做。这个是折耳根拌。折耳根拌。猪耳朵。猪耳朵。哦，这个红油香的啊。自家全部是自家煎的红油，看到吗？你看嘛，吃个得很。这个是。哎，都是按照人多少那个配的。
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五花肉，烟熏的，自己烟熏的。哦，这个跟腊肉一样吗？那就是腊肉嘛，就叫。哦。就是腊肉。啊，这个也可以上的是吧？这个上都有了。哇、哦，这个香的嘞。这就是刚才煮的丝瓜、四季豆。哇、哦，这个腊肉啊，油汪汪的啊！你们那个腊肉一盘在外面能卖多少钱？估计？我先说不清哦，我现在有些买的好的买一半，我们那是自供看人吃，煮食材的东西。哦，就这一盘外面饭店能卖多少钱？不晓得。兄弟们。哎，不晓得。随便自贡看吃，随便吃啊！这一盘你们知道在成都的小饭店能卖多少钱？哎呀，香的很！看一下，35块钱一个人能上多少菜？来了，就是每个菜都来一遍啊！回锅肉，这是折耳根拌猪耳朵，花菜炒肉片，莴苣木耳炒肉片，酥肉。这个是什么牛肉啊？这个红烧鸡。红烧鸡啊，这个是丝瓜炖豆角。豆角还有土豆。来了来了，又来了，这是什么菜？血碗。血碗。凉拌鸡肉。凉拌鸡肉。又来一个。南瓜。齐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还没有齐啊！又来了。齐了吗？还有，没得了啊！来看一下，哇、哦，140块钱都录起来了，我都震惊了啊！140块钱，满满一桌，而且你看啊，肉居多，光这个腊肉，我以为就一盘，他给一盘五花肉，给一盘猪头肉。就说良不良心吧啊，嗯，哇，香香香香香，来尝尝那个回锅肉啊，而且不只是就这么点，140块钱仅吃啊，可以可以，几乎这个菜量怎么样？一般般吧，就是量少一点。140块钱你还要什么？你就是网上的，就是网上的喷子啊，140块钱，什么都给你，是不是？可以了可以了啊，吃完都可以添的啊，只要不浪费啊。回锅肉盖饭菜，其实就是很家常的味道啊，你要说多么高的期待啊，不一定能满足，但是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啊。喷子喷子，在喷子眼里啊，就摆满了他都嫌不够啊。我觉得很安逸，我觉得很安逸啊！豆花饭，再来点那个蘸水啊！四川的美食真的是爽啊，真的是爽，尤其是这种犄角旮旯，他们讲叫乡巴头，你们讲是叫乡巴头是吧？老板都过来围观了啊！来，豆花饭，豆花饭是真的香。姐夫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怎么样？嗯，确实划算，确实划算。哇、哦，你变得太快了。今天我们在贵阳黔灵山脚下，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美不美？7个阿姨炒10个灶，贵阳辣子鸡。哇塞，这个太漂亮了啊、哦！这边是新鲜的鸡。前面这个阿姨一个人炒2个灶，太厉害了！这个画面太美了啊，相当于是流水线。来看一下，应该是从那边，然后。新鲜现炒，一直朝这边递。流水线作业。
们来看一下。起锅烧油，花椒，虾鸡，这个多少钱一斤啊？36。那一只大概多少钱啊？5斤左右。5斤左右啊。那就是一只180。这个和我们在遵义拍的那个辣子鸡啊有点类似，全部是用菜籽油煸炒。这边是糍粑辣椒，贵阳辣子鸡的灵魂。青红花椒，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啊。太壮观了，这个能买半只吗？不卖半只。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，整齐划一，这个效率还是可以的啊。前面小板凳坐的就是等着打包的啊，来看一下。这边好了以后的鸡叫号全部挂到墙上，哎，这个生意做得厉害。只有外卖，没有堂食。它这个位置也非常好啊，就在黔灵山脚下的一个菜场。说实话啊，我也被震惊到了，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炒鸡场面。加的是菜籽油，这种应该是小榨菜油啊。它总有一锅要把这个菜油加热，然后就是更方便，它一锅一锅的炒，这样效率更高。就是炒鸡的时候，直接把这个热菜油打到锅里头。又来一个，全部是叫好号啊，挂到墙上。还要等，都是买菜的中老年人，顺便带一只辣子鸡回家。贵州的辣子鸡啊，跟我们印象中的就重庆辣子鸡、四川辣子鸡，包括山东辣子鸡不一样啊，它那边油非常非常大，相当于在油里捞鸡块。然后那边在清洗，看一下。这种是什么鸡啊？称重清洗，里头阿姨在一只剁鸡，正儿八经是流水线。拿号牌取鸡，懂行的讲一下，这是什么品种的鸡？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个炒鸡最美的画面。帮我称一个最小的，哎，小二百都是几斤？就正常吧，正常吧。那个要等号。那个啊，多重啊？这个5斤。好。要2个小时以后来拿。2个小时以后啊？对。付完钱拿这个卡，2个小时以后啊，180，5斤。回酒店睡了一觉，一下睡锅了啊，这都5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去取鸡，出发。这个头盔啊太小了。Later， 搞忘记了，14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睡过了，14号。是这个是吧？有没有大盒子啊？我再买一个。没有啊。睡过了。好嘞，
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沉甸甸的。兄弟们，开饭喽！斥巨资买了一只鸡，来看一下。哇塞，我们幸亏去晚一点啊。其实它这个鸡应该，凭我们上次在遵义吃那个鸡的经验啊，应该是放凉了反而更好吃。这个分量，哇塞，不得了！来看，所以我说他们那个贵阳的鸡啊，贵州的辣子鸡油厚，你看一层全是油。我们来尝一下，这个就当是公筷了啊，好香啊！挑一块，第一口感觉像烧鸡公。我印象中，这个贵阳辣子鸡好像都是很，就煸得很干啊，它这个挺软的啊，相当软，相当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口感跟我之前吃的完全不一样，香是真的香，但是辣还没有吃出来。能看出来吧，这个就是糍粑辣椒。糍粑辣椒怎么做啊？糍粑辣椒就是用辣椒干泡水，然后打或者用机器搅，搅成那种有点不至于像辣椒末一样那种一片一片的那种，然后带点水去把它炒干炒香，这个就是贵州风味的一个特点之一啊。看，姜重蒜重，它这个蒜应该非常好吃。算好吃。看，我还准备了一个大杀器，贵州豆豉辣酱风味面。我们只要了蔬菜包啊，酱就不要了。来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变成贵州特色辣鸡面。这是干净的小碗，这个只能用碗那个碗了，我们在酒店也没东西，上面都是油，没东西就挖到上面汤来试一下。都是油啊，这个有没有食欲？哇塞，这又是一个贵阳特色。为什么说我对贵阳有感情啊？我以前上班，我们上班就在贵钢，那叫什么路？青年路啊，还是什么路？贵钢对面有一个辣鸡面啊，那会儿啊，超级喜欢吃。哦，我们当时住的是油炸街。有这家还有一个长方面也非常好吃。有点像那个味道了，但是有点淡了盐。我们碗子都是油，如果有勺子把上面汤挖上来，这个风味应该更靠近了。可以，还是可以的，除了有点淡。我的总结就是啊，它这个鸡像烧鸡公，完了以后鸡没有煸的像大部分贵州辣子鸡的那个硬韧啊，比较软，口味不错，也不辣，到现在没吃出来辣的感觉。再来开罐啤酒。哇塞，哎呀，爽啊。再来啃一个。这是什么？鸡头，来，就啃鸡头。今天啊，带你们看一个河南省濮阳市仙庄镇一个乡下老爷子炒饼，这个有没有感觉？老爷子当兵出生，炒饼40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总，今天我在濮阳啊。濮阳市清丰县仙庄镇，你看，我们发现了一家穿越回80年代的一个老店啊，炒饼店，老爷子炒饼，就是这个小店啊。来看一下，门口就写着不收微信，只收现金。今天有的吃吗？啊，这边招牌是炒饼是吧？炒饼，还有炒菜啊？有。您今年70几？69。69啊，来，我们点两菜。
还没开始干嘛啊？这个有感觉，呵呵，这是清风炒饼哈，鲜装炒饼啊。然后有一个鸭的那个什么肘子肉，这有吗？有啊，一份肘子肉。然后再来一个炒菜。咬这个咬炒菜。啊，好，就你们老两口忙哈。六十九干了多少年了？40年，一直用那个煤炉子啊。这是从山东买的环保煤。哦。环保要的少。环保煤。对啊，环保煤。哦。1块钱一斤。一块钱一斤啊？那是属于贵的了啊，这个煤啊。那环保煤没这贵。哦，这个意思啊。你看啊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。这是那个肘子啊，这个多少钱一份啊？50，好嘞。这是自己做的啊？自己做了。然后把它裹紧是吧？哈。对。50就一块是啊？还是半块？一块一包啊？这是一包。您今年有70吗？我没有啊。我67。哦。一直就你们俩吗？嗯。大爷的招牌菜，我都咽口水。这个，腿上，这猪腿上的肉。哦，猪腿上的啊。嗯、这能切一大盘啊？对，切一半快。这个一般是头天做，然后第二天卖。对，这一般的他弄不成。当天弄不成啊。这个有人不会。有的人不会。你以前在哪边学的厨师？厨师吧。嗯。干大席。我以前从部队回来以后。哦，也在部队当过兵啊。啊。这个山东老师，河南老师。哦。一大盘，炒饼卖多少钱？10块。10块啊！这个是你们家是吧？啊！我以前在家里干的。哦，你就是打下手。哎，我是打下手。中午做，晚上做吗？晚上这中午做了累的慌，到晚上都不干了。不干了啊！这个丸子怎么做呢？我晚上炒菜。能做汤吗？能做汤。给我再做个这个丸子汤，好吧？青菜有吗？有白菜。白菜啊，白菜丸子汤，加一个那个什么肘子肉啊，那叫啊，肘子肉啊，肘花。啊。你们家小孩做什么嘞？哎，小孩。小孩没在家。小孩不在家啊？有工作，外边干活。哦。他们也干不了这个啊。儿子在银行那工作了。在哪边？银行。银行啊，那好单位啊。哎，挣钱。以前银行效益要好一点，这两年要差一点吧？太差了。不如以前了啊。嗯。吃辣椒啊！要辣椒。吃辣椒，吃辣椒。今天啊，带你们看一个。河南省濮阳市鲜庄镇一个乡下老爷子炒饼，打上鸡蛋啊，我觉得没了，就相当于把火关了去拌是吧？哈，嗯，用余温去把这个加热出，这个火大了不行，火大了不行啊，
蛋不煎鸡蛋。哦，吃鸡蛋不煎鸡蛋，就完全跟饼丝融为一体了啊。嗯。大家有见过这种做法的炒饼丝吗？挺那种的。啊哈，第一次见。嗯。一把葱花。零点油。这个油是什么油啊？面条油。面子油。棉子油。嗯。哦，棉子油。嗯。很妙啊，那个油。装盘。这一个人吃不掉。今天在大爷这边点三个菜，两菜一炒饼，来尝尝大爷的味道。扫一下，一点都不浪费啊！怪漂亮，大白菜是做丸子汤的吧？好吃，好吃。再搞一个汤啊，大白菜丸子汤。好的，丸子下锅。它的丸子是炸好的，其实回下锅就可以了。不能再给了，再给亏本了啊！吃不了，吃也吃不了，不能再给了，就差不多就行了。你看，是大爷大妈院子啊，这感觉太棒了啊！来，先尝尝那个肘花，这一盘啊，50，实打实的，嗯。啊，他们弄的每个菜我都在咽口水。嗯，香，它没有，其实就是咸味、鲜味，没有多少大料的味道啊。你看刚才大梁从那个布里头把它解开来，是不是特有感觉？炒饼，老爷子一辈子的招牌菜。刚才他讲了啊，放两个蛋，但是看不到蛋，这就是这个炒饼的精髓啊，确实看不到鸡蛋啊，他一下全部给拌进去了啊。这是我第二次吃炒饼，第一次在安阳。我们南方人接触不到这东西啊，它的饼丝是很筋道的啊。其实刚才看老爷子炒菜啊，我特别怀旧啊。我爷爷以前他们家厨房也跟这很像，我还记得我奶奶烧五花肉粉条还放花椒，但两位老人都不在了啊，就是让人有点感慨。来。尝尝这个丸子汤，酸口的啊！我这个是按照他们本地人吃的来的啊。他的丸子汤的口味跟鲁西兰一带他那个大吉的丸子汤很像啊，但是鲁西兰那边好像是一个丸子汤卖5块6块，但是这一碗10块的里头，他的丸子是肉丸子，你能想象？就两下一对比啊，这个真的太实惠了啊！啊，舒服舒服，这个再放点辣椒绝对完美。今天这一餐啊，我一定要把它吃完。嗯，第一是对老人家的尊重啊，确实老人家让我想起了我爷爷奶奶做的菜，感觉虽然不一样，但是。这种给人这种家的感觉，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啊，有点难过啊。炒饼量挺大，今天一定把它给干完。我想来吃的啊，想感受一下这种，就起码30年前这种用餐环境的。清丰县，濮阳市清丰县。先庄镇，它只有一个红绿灯，红绿灯往北
叫一个什么什么园超市的北边，门口就是写一个木牌子，写潮宾馆。哎，不能再讲了，不能再回忆了，再回忆我感觉我要泪流满面了。Later， 要去换一下钱啊，他这边不收转账，只能现金。那个炒饼啊，我吃完了，我发誓，我都吃完了。去找个超市。哎，拉，有人吗？要杀，拿一箱牛奶。拿两箱牛奶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两个。多少钱？然后再给你兑200块钱现金，好吧？行。啊，两箱奶加200块钱，多少？给你300，是吧？嗯。好，牛奶，扫过去了啊。隔壁那个炒饼你们吃吗？吃过。吃过，好不好吃？还行吧。走了啊。走。写作业了。兑点现金啊，拎两箱奶给老爷子。确实啊，让我想起我爷爷奶奶，就认准这个炒饼店啊。哎呀，来来来，给你们提两箱奶。哎，不，来来来来，然后多少钱给我算，正常多少钱？算算一下，算一下，算算一下，待会我跟你们合张影。多少？该多少？多少？不，拉拉拉拉拉，算。两个都不喝奶，不自己家留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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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留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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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少钱？那个、一百够不够？不够，不要。哎，不，拿着，那不要，不要，我要50块钱吧。不，你正常多少钱？这多少钱？正常多少就多少。50块钱那个肘子，然后两个炒饼70，90，正好，不找了，长命百岁，生意兴隆。